老公今天请吃饭了啊，这个店是俺老公他朋友开的，所以我去看菜去了嘛，然后开了，你看这边可大，这一大片，还有那边一大片，还有那边有两个店。秋去哪了？秋去那那底下了。去找去。走，去那底下。哎，你怎么爬？去吧，找去吧。点菜，走。看看吃啥？他这菜都是3块钱一份，咱挑挑呗。你想想吃啥？想吃玉米。想吃玉米。这四个都是咱的，挑吧，随便挑。我们来调点调料。你就光吃芝麻酱，我给你爸俩挑一份。屁的让他喝都算了，掰的别让他喝了。俺弟刚来的，你喝个啥呀喝？你在这，菜。我真是饿了，中午吃太早了，就吃了半个馍，看这又给我上来肉，吃着可以，可香。我的天，你看给你俩喝红的，真的喝红了。俺弟也不喝了。还能搁能喝是吧？别动了，能喝的太凉了。啊？干什么？去找那个。你说话呀？找什么？哎，打什么？我坐公交。你坐地铁。吃完了，吃了可撑，这白酒还能一口闷啊？让你们看看我老公给你们表演个一口闷白酒啊！咦，这载过去了，还有吗？喝完了吧？你是这个，拉的啥样子了？俺老公也怪搞笑的，他说什么？他请客吃饭了，结果到最后让他弟弟结了账。这底下一瓶啊，这又拆一瓶，哎，算和尚赢了他们几个。